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东烈。今天要讲的动漫是《东京餐佐》。今天要讲到一位人物呢，是在《东京餐佐》里面拥有极为恐怖实力的人，他被称为作者的亲儿子。没错，他就是游马贵将。游马在学生时期呢，就拥有非常高的智慧以及推理能力。在学校呢，他跟富良太志同班，而且坐在一起。富良太志呢，他是不良少年，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在读书。游马贵将看他这样，打算借课本给他看。但是富良太志认为游马感觉看不起他，而打算揍游马。富良被老师赶出教室，而富良太志打算去找他那群坏朋友时，却发现他的朋友被餐总灯笼给杀死了。这时富良想要报仇，但是被游马贵将挡了下来。游马贵将以高超身手将灯笼给赶跑。之后游马一个人在天台，而富良太志跑来问游马贵将关于餐总的讯息。富良要求游马也让自己来帮忙搜查餐总。游马看到富良的决心后，也同意让富良一起帮忙。在这之后，游马和富良的同班同学山坡丽花被餐总追杀。这时游马和富良突然出现，两人一起对付这个餐总。游马拿出了库因克幸村，将这个餐总荷包给砍了下来，并且将他身体贯穿。在事情结束之后， CCG 的搜查官玩手斋跑来教训游马贵将，叫他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。游马贵将告诉富良太志说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打算退学。这时富良告诉游马自己绝对不会把游马的身份告诉给别人，所以游马请求上级再让自己多留一回，并且跟富良一起合作。这时山坡丽花告诉游马自己也来帮忙，并且将一些餐总的情报告诉游马和富良。至此游马和富良在东京杀了不少的餐总。游马察觉到山坡丽花怎么对这些餐总的情报了若指掌。之后他们三人进一栋大楼搜查，游马将富良负责另一边，自己跟山坡丽花待在一起。山坡丽花突然偷袭游马贵将，山坡丽花告诉游马自己就是餐总灯笼，并且还叫了一个餐总同伴壁虎去对付富良太志。这时游马贵将拿出幸村，以超快的身手将山坡丽花给秒杀，并且将幸村贯穿地板，刚好插到了壁虎。壁虎逃走后，富良赶了过来，看见山坡丽花倒在地上。山坡丽花告诉了富良以及游马事情的真相，并且向富良扑了过来。富良一个反射动作将幸村给拿了起来，杀死了山坡丽花。自此事件结束之后，富良到了19岁，已经是二等搜查官。这时 CCG 正在讨伐三雷十级餐总不杀之枭，但是众人都不敌不杀之枭，只有马贵将走了过来，跟不杀之枭单挑，并且将他的双臂给砍了下来，成功驱逐了他。自此事件之后，有马贵将被晋升为上等搜查官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有马贵将与平子章搭档。这时四方跑来想要复仇杀有马贵将，但是四方被有马贵将指示平子章一击秒杀。后来四方被店长给救走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在 CCG 攻击安定区时，游马贵将负责驻守在下水道。游马贵将将下水道逃跑的餐总全部杀掉。这时游马刚好遇到了金木研，金木研与游马贵将开始战斗，但是暴走金木研居然被游马贵将以4刀秒杀。游马贵将在击败金木研后，前往支援 CCG 的独眼刺枭讨伐队。到达后，众特等搜查官都被独眼刺枭给打败。游马贵将以一人之力单挑独眼刺枭，并且将独眼刺枭给划伤，砍下了他一条手臂，成功的将他给赶跑。这时的游马贵将已经是 CCG 的死神，不败的搜查官。一直到了东京餐佐 R1， 金木研被游马贵将击败后带回了 CCG， 而这时金木研已经失忆了。游马贵将给金木研取了新名字，叫佐佐木贝士，让佐佐木贝士加入 CCG， 带领库因克斯班，并且常常关照着佐佐木贝士以及训练他，两人关系非常好。游马也常常跟贝士借书来看。之后游马贵将前往支援拍卖场，这时迪口厨师看到游马贵将认为自己完蛋了，但是被佐佐木贝士提出希望拥有迪口厨师的拥有权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圣诞节时，游马和真户小一起拜访库因克斯班，并且收到了金木研送他的礼物。半年过后，在月三家歼灭战过后，佐佐木贝士成为了 CCG 的黑色死神。这时 B 组织命令游马贵将将神代力士给带回来，马贵将带领人马去抓回力士，并且遇到了神代茶龙，开始与游马贵将战斗。战斗过程中，神代茶龙发现了游马贵将的眼睛怪怪的，但是还来不及反应时，就被游马贵将给秒杀了。一直到了留岛战役时，游马贵将留守餐总监狱库克利亚。这时董香四方炫都赶来救厨师，他们三人一同对付游马贵将。游马贵将一次对付他们三个人还处于上风，这时四方全力即将游马贵将的名声给毁掉。但是在四方快要被游马贵将杀死时，金木研突然出现，将攻击挡了下来。金木研叫大家赶快走，自己一个人对付游马贵将。这是游马贵将与金木研的决战。战斗过程中，游马贵将将金木研的双脚给斩断，
并且问了金木还想要再死一次吗？罗马圭将告诉了金木，自己给了他645次机会，只要两秒就能杀掉他。这时金木也完全赫哲化，将罗马圭将的 IXA 给毁掉。此次罗马拿出了3S 级库因克消，迎战赫哲金木。战斗过程中，金木被罗马大卸八块，在金木岩僵死之际，再次重生，变成了独眼之王形态的金木岩。金木岩以超大范围赫哲困住罗马圭将，打得罗马圭将措手不及，同时摧毁了罗马圭将手中的消。罗马圭将自此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并且用自己手中残余的库因克自杀。罗马圭将倒下僵死之际时，告诉了金木岩自己是人类与餐种所生的半人类，而自己的另一只眼睛已经是青光眼。而半人类强大的实力代价就是寿命很短。 CCG 的死神最终倒在了金木岩的怀中。罗马圭将告诉了金木岩，比谁都渴求死亡的正是死神自己，之后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罗马圭将不是独眼餐种，但他却是上一任的独眼之王，并且与方村艾德一直以来都是有在合作，就是为了培育下一代的独眼之王金木岩。好了，那罗马圭将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罗马圭将是我在东京餐种里面最喜欢的人物，没有原因，就一个字，强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订阅，并且追踪我的 IG 以及 FB。我是叶东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